大家好，又嚟到我哋嘅 channel 歌评啦。今日 Andy 会同大家讲下 ERA 嘅新歌《爱情值日生》。呢一首歌曲作曲嘅系何炳信，填词嘅系黄伟文，编曲同埋监制都系何炳信，而主唱当然系 ERA 啦。有好多歌手都希望喺音乐作品里面大玩深度，要有寓意啦，要有内涵。但系 ERA 最近嘅新歌，偏偏以最简单嘅题材、最快乐嘅心情同埋最轻松嘅气氛，演绎 get 情十足嘅新歌《爱情值日生》。四个人分一个女朋友，究竟系乜嘢一回事呢？一脚踏几船，又系咪新鲜刺激、浪漫华丽嘅爱情？爱情值日生讲嘅正系呢一个看似超现实，其实可以好写实嘅爱情故事。一脚踏几船呢一个主题，相信咧就系冲住呢一对四人组合而嚟嘅。四人合唱一首情歌，要揀一个合适嘅题材真系唔容易噶。不过爱情值日生总算系唔错嘅构思，而且四个人大可以平分秋色，不分高下。不过小编觉得呢一首歌最吸引嘅并唔系佢嘅题材，而系由曲词编到 MV 故事嘅整体布局，以及歌曲为大家带嚟嘅快乐感觉。呢首歌其实同 ERA 以前一啲为舞台而设嘅跳唱作品咧有啲唔同噶，亦都咧就系为咗迎合商业潮流而嚟嘅。旋律悦耳动听，歌词幽默搞笑，加上戏剧式嘅演绎风格，仲有阿 K 谢安琪同埋张继聪担任客串嘉宾，相信系 ERA 历来最入屋嘅一首作品啦，亦都成就咗佢哋向往已久嘅 MK 情歌。其实系咪 MK 并唔重要啊，重要嘅系听众有共鸣有反应。近年疫情令到大家忧心忡忡，负能量急升，听一首轻松写意嘅歌曲可以缓和烦恼嘅心情都唔系坏事。爱情值日生嘅出现，感觉系 ERA 渴望喺音乐上面更进一步，吸纳更广泛嘅听众层面。难得嘅系何炳信同埋黄伟文嘅曲词组合，能够创造出呢样咁样嘅作品，先至系最大嘅惊喜。何炳喺音乐风格上嘅两极化，喺爱情值日生当中表现无遗，要玩深度，佢绰绰有余。听下佢近期为黄贤制作嘅 Little People 就知道啦。要玩大众化，佢又可以超轻松劲贴地。今年先有为林海峰制作嘅 Auntie， 然后又有黎明嘅全新想旅行。呢次何炳由曲编监包办，为 ERA 制作呢一首更加入屋嘅爱情值日生。同样黄伟文 Wyman 喺呢首歌当中收起咗佢弦外有音、题外有题嘅笔锋，写出简单直接、容易消化嘅歌词，不求高深，只求开心。归根究底啊，音乐创作嘅最高境界唔系将自己定型。当人哋认为你擅长写某一种曲风，只系代表你系某一个领域嘅 champion。但系假如乜嘢类型同埋风格嘅素材交喺你手上，都可以变成有声有色嘅佳作，先至算系八面玲珑雅俗共赏。爱情值日生呢一首歌又带俾大家乜嘢感觉呢？